have my hand right next to my fluffy man. Oh my dear, you're the east I wanna have.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一期不录的视频，很久没有出了。然后今天一天的行程主要就是打针，然后现在要洗漱一下。现在我感觉真的脸还是蛮干，我现在已经就是洗漱好，然后涂了护肤品。今天呢，其实就是要拍三套，可能是两套。第一套呢，就跟刘妹一起拍刘福，然后我呢就是11号刘川文，然后他呢是一个红头发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脱水肿的办法？除了喝冰美式，因为冰美式实在太难喝了。等一下就是吃个饭，然后整理一下今天拍摄的衣服就可以出发了。刘妹真的很不靠谱，就是拍摄地点离我这里只要1个小时。好，今天状就到这里，然后我要去换衣服了。刚才就是很着急的吃了一个饭，然后没有录。现在呢就是衣服已经换好，然后发型也弄好了。这个发型呢也到这一步。刘妹她的脚被咬成这个样子，好呀。杭州的天好热呀，这是我们的拍摄场景。眩しい日差しよせり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これを君に夢中をたどり取り分けない。纷争开始了。应该说没勇气的，起来，好好好，好，一、二、三，开始。再靠近一点，没勇气，再靠近。手很脏，你知道吧？他是酷酷的。对啊，我是酷酷的，不要等我，别碰，要壁咚啊！球把你鼻子打歪，你以为你很幽默啊？你礼貌吗？大一点啊，是还不了的充电宝。本来看到这家店很开心，然后发现关门的。他走路怎么这个样子？会被人打吧？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拍吊花写真，衣服都来不及。